2号球啊，关键还在于3号啊，这杆需要叫一个非常好的下方过渡切换位，先叫6呢，一定要叫直。 这位置，6号还能打，倒是啊，没有问题。关键是要有准度，然后低杆往屏幕下方要退一点啊。再利用7号球，叫黄一，黄一叫三。没问题。7号为了防止啊这杆球被做住，都可以下一点低杆横着走，对，甚至于说轻推。轻推一定要弹出来啊！关键是要有角度，因为你红三是在上边的。啊，高杆推就是弹一库问题不大了啊，对，利用中低杆就直接往上啊，两种打法。只要不像上一盘发那么大的力啊。这八号没问题，这角度都不用上库了啊。八局王鹏胜一分，6-2，开局重来。第9局，风哲开球。还是再仔细的看啊，因为你怎么样来解决上方的二啊？吃库切力，轻轻将9号球借走，2号球呢带口也会让出来，并且低杆横向呢叫到三，借薄点，漂亮啊！好球啊！这一下局面打开了啊。这杆球见功力啊！再来中低杆，左塞发力走两库，小了，小太多了。自己打完之后就，怎么差这么多呀？今天好几杆都是今天。
一个刚开始的时候，左边下方底带高杆两库，对，推的就响了。这球，重新组织没关系，局面还在你掌握。关键就是你打进二之后，不要被九号球挡住，不然你就大点力量啊，低杆发力把九号球撞走。
第九局，王鹏胜，比分7-2，官方暂停10分钟，10分钟未到判负一局。暂停结束，比赛继续。第十局，王鹏开球。好，暂停之后，我们来到双方第十盘的较量。10秒，犯规。17局9胜。王鹏现在是领先5局。整场比赛下来，王鹏是要好于中哲很多，嗯，但是这个很多并不是他打得非常正常或者很惊艳啊，很流畅。双方都是有很多失误，但是中哲要多于王鹏很多。刚才跟王鹏这边也简单聊了一下，嗯，他说到了这个九江这边之后，感觉有些潮湿，皮头有些发胀。调整一下之后啊，因为我个人感觉，陈老，我还是觉得打11合适一点啊。就是他把这个难度球还是放在后面了。那么往下多走一点点，留向上角度，嗯，好球。叫到右边打左边，或者推，再打右边啊，反正叫中带啊。第十局，宗哲胜，比分3-7。谢谢。第十一局，宗哲开球。开球时机，开球时机第二次。重新开球是吗？重新开球。
第十一局，王鹏开球。顶颜色，五号关键球，哟，这个球没想到能够还差的比较多啊。是啊。就是刚想说啊，如果说能炸了一手好球，那后面的这个进攻会非常流畅。就像说你们比如说玩牌对吧，抓一手好牌比什么都强。那肯定啊，那点力就高啊，太专业吧？点力，哎，点力 这个术语基本在桥牌上比较多啊，点力啊，桥牌里边是不是论吨呢？对，专业啊。我知道，好像亨德利比较喜欢打桥牌，哎呦，又失误了，今天简单球失误比较多啊。多，特别多，而且明显是非常快。这不是我们熟识的这个宗旨啊，防守环节他还是非常有耐心的，但是进攻节奏啊，太快了。这防守赢球权啊，进攻赢比赛，两者缺一不可啊。继续啊，第一杆横向走，中袋十五号。那么这个十号球，其实在这个位置已经是不太好把它留下来，最后叫黑八了啊，可以先打掉。从这个方向，你上右上方去叫九号球都是可以的。有这个位置出杆，看看啊，七号球是不是有点障碍？还好啊，球杆可以放得下，往上稍稍蹬一点点中杆啊。类似于前面那个黑八，在左边边库往右一点点的。就是力度有一点点偏大，我觉得还是。王鹏这边也没有什么特别好打的，十一号左上、右上啊，两个都是大角度。应该是要翻底，
顺势白桥往下跑，能翻进就叫到位，继续进攻。果然啊，那么这杆七非常薄的一杆球啊，利用低杆从下边啊，看能不能杀出球反赛停住脚步。够准啊！第十一局，中者胜，比分4-7。谢谢。第十二局，王鹏开球。有角度，刚好向下啊。以中哲现在目前这个分数啊，肯定是要争取积极一点，主动一点，把这个局面打开。落后3分，20分钟。
肯定是要带一下啊，低杆要发力，收的有点快啊，嗯，整个出杆动作并不是很完整，而且这个杆球没有一点点的右塞，嗯，是 K 不到的。感觉今天宗哲打球像背负着一个莫名的压力啊，而且特别快啊。说实话，我们两个碰过，他没有，就是他绝对没有这么快。而且前面咱们，他是不是上过一次 TV 了？上过 TV 的，没有这么快啊，他根本没有这么快。完全，我觉得还是压力所导致的吧。这杆球也很有想法啊。有机会，有打有 K， 王鹏会不会打？那打一半就是轻轻贴。这一杆的话，就把所有的难度解开了。开放点啊，从顶库上去，再下来。十二局，王鹏胜，比分8-4。谢谢。在训练场，在职业赛场。以球员反馈制定严苛标准，也要球杆专注黑八，赢家选择。第十三局，宋哲开球。
强行保七号球。看角度啊，打黄一正常高杆推下来，打六号角度有向屏幕右边，还需要去中高杆发力，从横向蹬啊，不能太轻，再过来交易。角度合适啊，高杆。明显看中哲这个发力的时候，我觉得还是在手臂的位置有点不太舒服啊。五号有下的话，直接啊，高杆可以推两库起来，轻推的话要抓着打，收力，再走。那这个角度是向上了啊，嗯，低杆轻轻点，第十三局宋哲胜比分5-8，开局清台。第十四局，王鹏开球。王鹏赛点，而且感觉宗哲有点慢热啊，在后面的时候慢慢手感上来了。关键这个比分和时间对他都，前面挖的坑比较大啊。嗯。王鹏是不是还是大力的打进啊，这次换了啊，轻推前面大概这个位置有一杆黑八，也是发力面打进，右上角有一杆球也是类似的，但是比这个可能要稍微简单一点点，也是发力打没有打进，都是关键球，所以王鹏肯定是自己会做一些调整。看十一号，十号球的右上角底带应该是肯定有的，左上没有问题。这杆十一可以打完之后呢，横向的去先去尝试啊。哎呦，这杆球还是有一定的难度，尤其在画面上的十二号球，
目前是没有什么特别好进攻的点位啊。大师还是要用低杆来控制向下。也到了中折的机会，二号如果可以在十二跟十一的缝隙中间过来，叫到红三啊是最合适的。顶到十四，右边有七，清推，先上来。那么这杆球需要。六五，然后再调下边的红三，然后打红三还要再上去。力量，但是可以看得到。平一杆，长台。中袋没有打进，看中哲会不会去尝试一杆，比如说双击的大力啊，看运气球。那么留了一个十号右下角，这杆球十号跟 K 八的是一样的，基本上打进十号。后面就非常简单了啊。过关了，对，高杆推进弹起来叫十二号右边的底带啊。还走两库，我们继续啊，看角度调一个十一号球，直推过去，有角度，往左边上方去蹬一点点啊，给十一跟黑八叫同一个中袋啊。打进八号啊。恭喜王鹏获得胜利，下一时段比赛呢是下午四点，我们四点再见。四点再见。